格的、啊、什么意思？你讨厌什么样的人？我讨厌那种黑黑胖胖的男生，感觉就是浑身都很臭。讨厌什么样的人？擦边女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纯非主流。交友成功会获得200元交友鼓励金、啊、你好你好、啊、我觉得你眼妆画得特别好看。谢谢，你也是。咋说啊？对他怎么样？纯非主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讨厌那种黑黑胖胖的男生，感觉就是浑身都很臭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干啥呀？我惹着你了？你讨厌什么样的人？擦边女。我说啥？啊？我说啥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要说啥你问我。我觉得其实我不是很擦边。好，教育继续。你还不擦边呢？你干脆你别穿了呗，你啥也别穿，你上街呗。你看你那袜子，你袜子跟我奶奶裤衩子一样。你懂什么呀？你黑胖胖像啥？就是我懂什么呀？就是一个人身有60级。我还玩火影忍者呢，我还没说呢。我要起，别玩火影忍者，要玩原神了。这浓度我不好评价。哦，玩火影忍者咋了？我长得像佐助，你没发现吗？你还笑？你哪来脸笑啊？一笑滋啦滋啦的。我要起，这是 Sasuke 本人啊！这简直是我要起，你像门将。我还说我像你爹呢。我爹可能体重只有你的一半。你咋不说你爹装盒了、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看破防，急了。我说啥话？还有你说我非主流怎么回事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潮流，你知道吗？土包子。咱别离开自己位置。还潮流，跟正常人没一点擦边的，没跟正常人。我哪擦边了？你还不擦边呢？你那都快耷拉到肚子了。这叫穿搭，你知道穿搭？你穿啥的？你不懂就别说话，知道吗？穿搭你首先得穿吧。穿搭，你看你穿的跟个老头似的。我像老头咋了？年轻人现在都就穿个粉的，又穿个荧光绿的，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你懂啥呀？我这叫土到极致，就是潮。你不懂，你别说话。我奶奶都不这么穿。你奶都进小盒了，咋穿呢？你奶才进小盒，你全家都进小盒，你知道不？我奶还真进小盒了。你再说一句，干啥呀？你嘴上那俩环跟牛鼻子上那一样。懂什么？这是潮流。这潮流啥呀？你跟拉地去得了呗。不是，你这奶奶辈的审美，你是从清朝来的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啥叫我什么东西啊？你那眼珠子都要弯出来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是化妆技术。你化妆啥技术啊？你要这化妆技术，那入殓师都能化妆去。我就是入殓师，我给你化妆。你给死人化去呗。我就是给死人化。你给我化呗，给这化呗。啊，你俩我看也是臭味相投了，也是。打火机放这什么意思呀？那咋了？不是天也不知道在路上勾引谁呢？勾引你爸。那再穿个黑丝，然后再配个黑白袜子，再配个黑白小短袜子，这什么穿搭呀？巴黎世家是不是真的？这啥包我看看。包香奈儿是不是真的？必须真的，专柜买的。我这也必须真的呀，专柜买的。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专柜买的照片都有。我也有。看不了，看不了就假的呗，装啥呀？装啥呀？不是真的，我出门被雷劈。哎，你快别了，阴天了，你还说呢？阴天了都，你还别说了，一会儿真劈的，嘎巴一下，你死这儿赖谁呀？你还跺脚，气死我了！你是那个刃牙里边那个须弥啊？你还跺脚？什么意思？我最不愿跟你，就是跟你说话。你看，跟一边拉去吧。啊，不是你骂人太难听了。我就骂你咋的了？我想骂谁骂谁，我爹都管不了我，你管了我？啊？这还站个死人也不说话。谁死人啊？啊，你站那跟保安似的，你不说话死人呗？我比较文静，你懂吗？谁像你们一样？你在那张着个大嘴巴吧，你懂什么叫淑女吗？还淑女，腰上憋个打火机咋没地方放了？你看你这袜子跟花圈一样。不是，活着干嘛呢？活着当你爹。在这看门连口饭也混不上，活着干啥呀？忍者看谁更像死人？
一个螺旋丸我扣你脑袋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这种，你赶紧去那个木叶村领两发尾兽玉吧，你别活着了，你直接就让那个尾兽玉炸死给你，恶心死你，你死去啊！那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，现在就杀了我，不跟你说了。这逼死了，不会说话了。谁呀、啊？就你了。我那我跟他说话呢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这是。就全是蚊子，像。点完之后，下次再带大家看交朋友。